嗨，我是阿星，今天我们要来玩游戏了，就是猜 MV 截图。因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，我在那个 K-pop 合作的时候呢，里面有一个环节是猜截图，然后我觉得那个其实没有什么挑战度，所以我们今天呢来一个进阶版，我们一起来作答，总共几题？总共20题。好，那我们就要准备开始喽。简单的8题，一题3分 ，Go。哎，我看到了哦，这个很简单，看到那个有一个长头发就知道了。直接下一题，这一题好简单啊！哎呦，脑中已经开始有旋律了，好不好？英文好吗？要会拼哦。第三题，我知道是谁，可是这首歌是什么？等一下，选一首就对了。就是有一个人发型特别好认，现在想不起来。这个画质也太低了吧！我们这个年代追星画质就是只有这样，真的只有这样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在这个画质里面，很帅的人真的都很帅。第五题啊，头顶这一团，我是不是其实没有很熟？哦，你确定吗？话不能说太早哦。对，我现在不能乱讲话。好想给你提示哦，弹额头。哦，真的很不痛。你去年的年度大片里面有出现过。我们的第一首吧，下一题。这个画面在哪里有出现啊？没关系，我先猜，我先猜，不然我等一下忘记。第七题，我们还有2题。简单。啊！等一下，我觉得应该是这首。最后一题。啊啊！那个吧，然后慢动作。OK。改答案吗？好。好，来喽。直接对，直接对。第一首我是写 New is Fast。冰冰第二题 Infinity Back， Yeah， B2B 我猜 Missing You， 答对了， Yes， 第五首 Shiny 的那个 Replay， Yes， 第五首有用 Hint 是 Icon 的 Love Scenario， 没错，然后第六 Plan Fire 那首歌，噔噔，错，不是对不对？错，我没看。啊，最后那个金炫阳把那个烧掉，然后很帅往后丢，然后一个转，是那一幕。可是等一下。不是江南有这个画面吗？然后第七首是那个 Super Junior No Other， yeah， 对，他出来的那个人是谁？一生，嗯，对。第八题是 The Boys， yes， yes。我觉得你出一题了，扣3分。中等题1题5分。这是谁的膝盖？我刚刚有想到一团了，因为他们那时候有走这个风格，动不动就跪下来嘛，所以就是他们了、啊。接下一首，谁的？脚一直往下走，再下一个，不能纠结太久。我觉得像 XO， 看出来谁吗 ？Chan， 但我不知道什么歌。猜场景，电影院。哪一首歌有电影院？不知道。而且为什么去电影院要这样？这真的难度有提高。谁的手？这蛮像 BTS 的。然后第五题，我们先写好那个 G fan 啊。第六题，这个是 Sista， 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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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那首歌叫什么 ？Shake it s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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ke it。哦，我再回去。好，第二题先一个提示。他们的团名跟他们背景的颜色有关。等一下 ，Blackpink 走下来之后是一个月台，月台旁边有两个。我先猜 Maggi 嘛，电影院。好，我要提示，我真的不知道哪首歌，来吧。超成眼，是那首歌哦。好，就这样吧，就这样。我第一首猜蒙娜丽莎，对，是蒙娜丽莎。Yes， 然后第二首我最后是猜 Maggi 棒球龙，没错，我是 Maggi 棒球龙。哇，还好我没有猜多多多哎。所以第三首是 Love Shot， 没错，原来有电影院哦。我原本猜 Temple， 第四首是猜血汗泪，对，是血汗泪。第五首是 Rough， 没错。第六首是 Shake， 叮咚，提示用得好。第三个大题就是最难的，然后一题7分，最后2题是9分。有这样的画面的 MV 不多哎，我看这一片空白，非常非常空白。好，直接先第二题。哇哦，第二题长头发，好难哦，好难哦，真的好难。先猜第三个。
为什么？他说你是谁？小白，蛮可爱的这只狗。这是谁的旅游照？不要。可是，在国外拍的，我有一点思绪，但没有很确定。而且他居然把垃圾桶拍进去。我先乱猜，我先猜。哎、欸，九分的。哦，这首是九分诶，摸书。第六首。结果，哇，真的好困难哦！而且它的水果很平常哎，它又红红的，然后我现在才写了三个答案哎。第一个往后摔，我先猜 Red Velvet。第二个剪影，谁啊？秒答的人到底刷 MV 刷多久？然后第六首，完全不知道，几乎没有线索，就是他。你要从木瓜猜也不可能啊！有线索，有线索，有线索，哪里？看看，我觉得你先想怎么分配那四个提示好了。对，就是红色的啊，玫瑰哦，它是玫瑰吗？还是百合？我只能猜 Love and Rose。狗要一定要用提示。这里面的那个人是台湾人。等一下，那这个应该就是叶舒华了。接下来我觉得一跟二都非常不确定，这个真的大家都知道是不是 ？Queen 的里面有被翻跳的一首歌。等一下，我觉得我要再重新好好刷这些 MV。专辑才刚买。对，我觉得这一幕跟 Violetta 有一幕很像。Eyes Wide 比较暗。对，我现在想起来了，我应该不能把它全部用光吧？这样太白痴了，我不要用提示。好，来咯，那要对答案了。对，第一个我是猜 Red Velvet 的那个 Russian Roulette。对的。那是什么？ Forwards。是那首送钱。啊，对对对，我比较记得聪明的。第二首 Nona Hey。没错。好，第三首是邋遢遢。对。然后第四是泰妍的爱。对。第五首我猜 Fiction。答对。Yes。Yes。这首是我这里面你觉得最确定的。第六首我猜 Love and Rose。对，是那边的。真的吗？我真的是突破了一幕。哇，就总共是85分，其实蛮多是可以一次就猜出来的。非常常看 K-pop 的话，应该可以。好了，今天这个 MV 截图呢，结果就是在这边，我总共就得到了85分。有人90分以上吗？我觉得有点好奇。如果想要再继续看这种就是游戏系列的话，也可以再跟我说。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，喜欢的话记得按点朋友。我最近要多讲一句话，就是要记得开铃铛。对，亮亮亮，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吧，拜拜。啊，认真看。